小窝头是选用细玉米面、黄豆粉、富强粉、白糖、绿豆等为原料制作而成的一道玉点。它的具体做法是将细玉米粉、黄豆粉、白糖、苏打掺在一起，再逐渐加入温水搓匀和好。搓成条，并制成小面筋儿。制好的面筋儿蘸着桂花水儿，做成上尖下圆的小窝头。到此，小窝头的生坯就做好了。照此，将所有窝头做完。制好的窝头生坯上屉蒸十分钟，出锅以后小窝头就制成了。再将油菜绿叶、白糖加入绿豆泥中炒后，倒入容器中，形成莲蓬壳状。用小窝头和绿豆糕拼摆成莲蓬图案。到此，这道玉点就做好了。它莲壳翠绿，莲子金黄，造型逼真，味道香甜。